前面赚取彼此相伴甲子。但是112年度结婚超过60档的选结婚表演活动，10月14号在映华市政中心来举行，总共有47对的选结婚，在亲人含着现场民众的祝福下，度过这个真有意义的日子。啊，今天的一个钻石婚呢，是超过结婚婚龄60岁以上，那我们由各区来推荐选出，一共呢有47对。那这47对里面呢，有大多数都是在90岁以上，更厉害的是呢，有一对是已经超过100岁。那钻石婚呢，60年很不简单，也希望呢我们所有这些钻石婚的大哥大姐们呢，都可以呢瓦巴哩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非常高兴能够祝福我们所有的今年112年钻石婚的这个神仙眷侣那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过去都要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我们要祝福终成眷属的有情人能够长长久久，能够钻石婚是60年哦，未来还有更多的下一个60年，再下一个60年，祝福大家这个情比金坚，那能够成为钻石婚能够长长久久终身相守。就亲像黄伟哲市长所讲的，含无爱长长久久，终生相守。结婚已经76冬，超过100岁。饶进德阿公含着饶叶惠珍阿妈，嘛甲咱来分享讲，翁仔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包容、体谅，简单平凡就是幸福。